许久不见，纳维莱特先生。没想到我的会见申请这么快就能被批准，莫芒宫的效率真是让人由衷赞叹。对一位声名在外的外交官，这是必要的尊重。但客观来说，我原以为赠与神之心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这次还带上了旅行者和派蒙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很快就要离开枫丹了，临走之前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情，几句话未必能说清楚。我写好了一份提案，请纳维莱特先生过目。我明白你的请求了，恕我直言，我无法理解你这么做的原因。听闻纳维莱特先生有品水的爱好，我就用水来做比喻吧。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，无数条河流汇聚而入，无数条河流奔涌而出。作为一个每天注视着湖泊的人，我希望每一条流出的河都能抵达大海。然而客观事实告诉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绝大部分河流都会在半路干涸，渗入泥土中，再无声息。我想给那些看不见海的水找一些存在的意义，比如灌溉两岸的田地，或是成为某个人杯中的甘泉。喂，你听懂了吗？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无论你如何美化他们，都没有人想要品尝浑浊的水。是曾经浑浊的水。别担心，我会滤净水中的泥沙，让他们回到最纯净的样子。既然你提到这是交易，那我们聊一聊细节吧。如果纳维莱特先生同意我的提案，我的势力会逐渐撤出枫丹。今后非必要情况，我们不会在枫丹执行特殊任务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后不会发生达尔杜夫遇刺这种事情？你说那个贪污善款的伪君子，我对他的遇害表示沉痛的悼念。不过，目前好像并没有证据指向壁炉之家。当然，如果纳维莱特先生答应我的提案，我可以帮忙做一些事情，让类似的麻烦少一些。真是滴水不漏的发言。好吧，我原则上同意你的提案。感谢您的宽宏，纳维莱特先生。交易达成，我们也该告退了。我托人带了两瓶来自至东的泉水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听听您的感想。下次再会，记得你的承诺。好了，旅行者派蒙，我们走吧。之前提到过，我可以轻易地和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，然而在几次见面中，我几乎无法从这位执行官的身上感受到任何东西。他的内心就像平静的湖水，幽暗深邃，没有任何涟漪。我不清楚他是天生如此，还是已经能靠自我意志来掌控情感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意味着他很危险。我不会过问你们跟随他行动的原因，但请你们务必要注意安全。